听出来了吗？其实喊的内容就是前行政院秘书长林义士关键28分钟的录音带，以及曾经出现过的经典语录。林义士贪渎案雪球越滚越大，连台北多媒体大展也跟着发烧，拿他的经典台词当游戏。这是对林义士的愤怒。3、2、1，比赛开始。台下满有1800万的美金跟现钞。桌上满满钞票直接扫到行李箱里，主办单位调侃林义士的活动还真不少，桌上1800万千元假钞，行李箱里看谁塞最多，最后冠军是他，年仅25岁的蔡小姐。他应该作战策略要想好吧，对，怎么会在最后在那边烧钱之类的。